其实我拒绝了很多挣钱的机会啊，经常有铁粉让我帮忙给他做计划，也表示愿意支持付费，我特别感谢大伙的信任，但是我都一一婉拒了。为什么呢？一是我的精力实在不够，计划又不是发一个课表你照着练就行了，如果我收了你的钱，拿了钱我得负责呀，在给你出计划之前我得先了解一下你吧，询问一下你一周能练多久，可以休息多久，你的训练水平如何，有没有伤病，这至少得20分钟吧。给你计划之后呢，还要保证你顺利的执行，我还得每次看你的训练视频，从热身到正式组观察你的训练状态，如果你因为琐事导致状态不好，还得再临时调整计划，再如果遇到瓶颈了不能进步了，我还得帮你分析你到底是因为吃睡练哪个环节没有做好才造成的原地踏步，可是我又只能通过手机来了解你，这个会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很多人的问题根本就不在计划上，是执行力的问题，就像拍电影光有剧本是不行的，摄影、美术、演员、后期、剪辑他都得跟得上才能拍得好，很多人本身技术动作都不稳定，每组的姿势都不一样，重量稍微加一点动作马上就走形，那这样再好的计划也没有用，练得越多反而越容易受伤，那我为了计划能够顺利的执行，还得先想办法帮你改掉一些坏习惯，这又得花很长的时间来磨合，这样一来我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啊，我平时还要上班，自己还得锻炼学习，还要陪老婆孩子，所以时间真的不多，所以我一般闲下来只能简单的回复一下粉丝的提问，给一个思路，碰到典型的问题呢，或者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我就整理一下出一个视频集中回答，所以真的遇到非常努力学习的朋友呢，我都推荐他们先买本书看，平时训练时呢多录录视频发发动作，可以加粉丝群把视频发到群里，然后再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艾特我，大家也可以互相讨论，其实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了。